园新盖好的脚踏车步道底下钓鱼。啊，那边有路可以下来。然后这边环境大概都是工厂。啊，然后顺便来试试看，顺便来试试看我这一身新的防水裤，大陆买回来的，品牌在这。是它的品牌。啊，来，我们先看钓点。小鱼吧。盖好的桥，哇，我操，有一个地方，看，吓成这个样子，难怪台湾没有鱼了。但是哇，吓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难怪都会说台湾钓不到鱼。抓不到鱼，这个都是渔民自己害的。膝盖这样有点崩，不知道是因为我脚的程度买错了怎么样。试试看喽，五克的小汤匙。这里啊，应该退潮的时候来会比较好钓，所以你可以顺着水流走上去。可能会有呱呱，有回形啊。哎，我看现在应该都没了，都被抓光了。好，外劳来抓鱼。不过还好啊，天气冷，没看到什么外劳。根本在抓鳗鱼的吧，这网子。
软耳出来呗。找一个鸡根儿，喏，找一个鸡骨头儿，这是卖鸡根儿。耶，不对啊，这小鸡哥啊，我大鸡哥，等一下，哦，快干杯了，这款线快没了，好跳，吼吼，有鱼，有鸡，有鱼的。要继续下嘞，材料都放着了，看到没有？材料都放好了。我爱台湾，铁丝出现。靠，下雨哦。干，这下雨要撤了，我要撤了，下雨，下雨要撤了，不让淋雨回家。撤退，下雨喽，跑哦！下雨，回家了。没事，我操！这下真的下雨了，快跑，快跑，这雨还很大嘞，快跑！来，现在要来爬上去，哇，还有铁条！呼恰，呼恰，呼恰，哇，这个去，哈哈哈哈。各位来这啊，要小心啊！
一个不小心往前滑，这根就招呼你了。下雨了，我快跑！